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大黄蜂是电影《变形金刚》中的主角，著名的汽车人，可变形为大众甲壳虫或雪佛兰科迈罗跑车。大黄蜂是汽车人的小兄弟，他小巧热情，有时还喜欢说些俏皮话，但他所有的俏皮话显然是因为他崇拜大型机体，特别是擎天柱和警车的缘故。而且大黄蜂是擎天柱最信任的副官之一，博派的二号角色，拥有出色的情报刺探能力。虽然他不是博派中最强壮或是最有力量的，但是大黄蜂凭借其无底深渊般的幸运、决心与勇气，完美地超越了这些缺陷。他很乐意为了保护他人，甚至为了阻止霸天虎的暴行而奉献自己的生命。大黄蜂在幽暗与僻静之处能最好地完成工作，作为一个不被发现的守护者，保护着自己的目标。不过别被他喜欢保持隐秘的情况蒙蔽你的双眼，一旦战斗打响，他会毫不犹豫冲上前，双手炮火力全开。